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我们自驾川西，今天去往道孚的路上，发现有一个景点，看这个图啊，特别美，就是这个贾伊拉措，有湖有雪山，所以我们想进去看一看。这个牌牌显示到道孚还有90多公里、啊，我们打算三辆车就从这里进去，感觉里面的路有点窄呀。你看那雪山可美了。你看这上面，哇、哦、这个湖就在雪山下面，太美了。这里面越走越窄了，猴哥停下车了，是不是不能走了呀？走错路了。我走在后面，那摩托车一直按喇叭，我也按喇叭。瘦猴跟小鹏已经进去了，他去追他们，不准往里进。这个地方也是进不了的。你看这里面秘境，去不了。这雪山真好看。让他摩托车一路按喇叭，我听到了，但是我按喇叭，他们俩没听到。瘦猴开车喜欢放音乐啊。嗯，马上要被赶出来，昨天被赶，今天依然被赶。好清澈呀，就跟九寨沟的那个水一样，特别绿，很好看。我把我的车已经退到这个位置了，瘦猴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呀？这里又没信号，联系不到他们。要不我把车开进去看一看。我们到了县城，要去买对讲机才行啊。这边很多地方都是没信号的。猴哥的车呢？这个刚才有个人说不让我们上去啊。对呀、啊。他说了，所以我一直没进来。我看你们咋还没出去，是咋回事？瘦猴呢？瘦猴在上面。我，要不你上去喊他一下。哦，他还在往里进啊？他还在往里进，他不知道。我手机没信号。那个摩托车没追上他吗？那个摩托车就没往前追，他就追上我，他说不让往前走。哦，我去追他，去让他回来。对，行，你去追他一下。我往上开不好开了。对，你那车上不去。对，有点上不去。这种事就交给我吧。瘦猴跑到哪里我都能找到，我的四驱车也不差，只是底盘低了点。看他跑到哪里去，一个人瞎跑都不知道这是组队吗？组队完车没上去，要停一下呀。停都不停，后面两个车都不打招呼，自己一个人跑，这种根本都不行。而且又是没信号的地方，我现在是自动挡，你看我现在上来都有点费劲，我马上换成手动模式上这个坡，应该就会好一点。先停一下，不着急，先把我的四驱挂上，我刚刚是二驱上来的，挂上会好一点。就自动，现在我把它切到手动，手动一档再往里进。他是不是走这条路啊？好像我进来只有这一条路啊！我的个天！妈呀，这一下上不去。还以为他飞了，也不过如此吧。我都在外面站了那么久，还是追上了，能跑哪去啊？真恶心。小鹏扔在外面，
知道要掉头了，一根筋往前冲，这下被拦住了吧？你笑个啥？你笑个啥？我笑你厉害呀，竟然跟上来了。等你们十几分钟没上来，我自己不等了，我就走了。你们知道不上来是有原因的吗？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，这是。就在这里掉头，我说你飞到哪里去，我都能把你给抓回来。这野猴子。正野，你要有点团队精神嘛，不是我们跟不上，肯定有原因嘛。就算跟不上，你也不能私自跑啊。这没信号的地方，你跑了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万一你的车扎胎了，你要弄多久啊？你又没有千斤顶，听点话。那个湖距离总共就4公里，从那里到那里。你4公里徒步要徒几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车在里面有问题啊，那哪都别去了。他不爆胎，不是说你爆胎不爆胎，不是说去，我的意思是要去就一起走。我知道啊，我在走啊，我不等你们了。你哪里在等啊？等没等过来啊？但是总共就4公里，肯定前面1-2公里就到了，我就想去先去啊。我就想着这4公里万一扎胎了，我们是不是要牵你从外面给你徒步过来？现在我走前面回去了。路窄，急弯坡陡，找到他了，他马上回来。找到他了。对。上面走了差不多4公里吧。4公里。我刚才骂了他一顿，现在你骂他一顿，你说。等他下来，等他下来，我们捶他。我们两个捶他一顿。让锄头再咬他一顿。可以。等了几分钟，下来了。你给我停下！停！你这个驾驶证在哪里考的？我不是让你停吗？你都已经超过我人了。啊，你有毛病啊！你站路中间。好，先站路中间了。我跟小鹏已经商量好了。你说。先锄头来。在那边。锄头肯定是不敢咬你了。锤。锤他。太锤了。那个湖在哪呀？不是那条路吧？我商量好了，刚刚我上去骂你，现在我让小鹏捶你。它的叶子像针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针叶？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真的像针吗？这不是像针吗？扎人老疼了。真的。扎一下。你刚没捶我，来扎。扎锄头吧。你，我没让锄头咬你就好了，还扎锄头。之前就说猴哥的这辆面包车换上四驱车就会飞，你看嘛，今天就跟插了翅膀一样，一瞬间就跑得没影了。现在走，停里面要20块一辆车，不然要把那个栅栏门锁住，所以现在赶紧跑。我的个天，已经锁了，他是锁了之后才去找我们要钱的，真是醉了。你看看嘛，猴哥，他已经锁了，给了钱才能走呗。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村庄，没有收费了，因为我们及时走了，还是挺好的，给我们开锁了。我们3人3车继续前往道府方向，希望接下来一路顺利吧。